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哦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把它剥掉好了。好，再一个，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然后再更多的，来三二一走，好，我们再剥掉一半，或者再重来都可以。好好好，好了，三二一走。好，等一下，好像还有排到盒子，要拍照。那我们从头好了，好不好？用电脑用到脖子有够痛的，我觉得打电脑太伤脖子了。好，来哦，来哦，三六一走。哇，再剥掉好了。好嘞，三二一走。好。然后更多的，好了，三二一走，剥掉一半，拿掉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再摇，好了，三二一走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我给你看电影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肉松揉进来，等一下我们要切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直接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我第一次用外的，可是后面慢慢放是可以变这样。嗯。就是插进去，没有，它是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在封之前要这样把它弄比较平，然后它会有一个这样滚的那个滚，然后就这样子放进去，它就弹过去。就我在想说。好像，因为我们目前设定是多 0.5 嘛，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小的那个饼干或什么，我觉得如果再长的话，那些会显得很空虚。对。然后我要抓老板，老板不见。对啊，你们不是要开会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他去哪？我不知道啊。又找他的兄弟了，是鸡排吧？对啊，等他，我再问他，我觉得不用改啊，你看起来应该我觉得差不多。我先去抓包。好。那个粗度会多粗啊？嗯，可以，都可以，想要细一点可以。嗯，这一大坨，我等一下应该把它拿一点掉，不要让它这么大。那正常是多粗？正常。正常。嗯，好，那就参考一下。